在五点前完成，五五原则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克莱格兰大道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成果满意吗？哇，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人生的路程，从你对人生不知所措到人生就是如此飞黄腾达。一个人卖卖卖不掉，两个人卖卖了就这样是 eye contact eye contact eye contact